为什么你有带小毛巾？上次有人说去完芙蓉之后你一定要来体验一看看高雄到底有多热，结果我们就真的来到了高雄，果然非常的热。隧道这到底在哪？我想要到隧道这里，要往回骑。我是小粉丝，哎，哪一台是我们的？风车上面卡到很多风筝，然后呢，风筝卡在风车上，风筝卡在风车上，风筝卡在风车上。去西海边，是呀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什么白糖什么的？白糖糕。算有吗？有啊，隧道。马角斗场的那种场景，你说电影场景的那个小门都会跑出狮子啊、老虎什么？罗马的竞技场。很热，爬了一段山坡。对啊，全身都湿。只到了一半吧。对啊，到灯塔还要再爬上去。后面是八五大楼，高雄的。好热哦。以及没有开的灯。这边的 view 很好，但是好热。然后去吃叉饼。